高质量做好洛杉矶奥运会的备战工作。一方面，坚决巩固我国优势项目争金夺奖的基本盘；另一方面，我们将下大力气在田径、游泳等基础大项以及新兴项目、交手对抗位项目深入挖掘潜力，同时加快推动三大球振兴，不断提高我国在世界竞技体育舞台上的竞争力和影响力。